坤哥一直是我学习的对象，所以希望他接下来每一年可以不要让自己这么辛苦，然后享受自己的生活就好了。谢谢。反正就很感谢大家，因为我很荣幸可以跟大家一起拍这样一个电影，因为《弑神令》是真的大家经过很长时间付出很大努力去做的作品，在座的每一位他们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，包括伟霆的特效妆，他的特效妆他很辛苦的在现场去创作，他也是，我觉得包括跟导演，我觉得是很荣幸的事儿。我很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去支持我们这部电影吧，这个电影会让你们很喜欢的。大家好，Hello，Hello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谢谢。其实我们也知道啊，你们的友情非常好。零点的时候有没有给他发信息祝生日快乐呢？没有哎，啊，没有哎，正好是春的生日，然后就睡了。这一次呢，你们应该算是第十次合作，那这一次会不会觉得更有默契了呢，迅姐？默契呢，当然是一直是存在的。对，就是其实我们俩的问题是新鲜感的问题，既熟悉又陌生。但是每次合作都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哈，既是好朋友又是好搭档。是的，是的。所以谢谢迅姐，你知道吗？网友都说看到你们的合作呀，都评论说，坤迅合作了，真的是爷青回。你知道爷青回什么意思吧？就是青春回来了。